我们在这里干嘛？等姨妈。放心，我来处理。姐夫，你去买件裙子。叮叮叮，哇，妈妈也穿我的啦啦裤哎。嘘，这是女孩的安睡裤，可以把妈妈屁屁完全裹住，不让姨妈露出来。你不就是我姨妈吗？我穿啦啦裤一点都不舒服。这个很薄的，只有0.16厘米，就像普通的小内裤一样，很透气，不会闷的。给。